哥，我刚做过噩梦，什么？梦到你找我借钱了。哎呀，恭喜你，梦想成真了，就是来找你借钱的。彪彪，这是你第108次来找我借钱了，每次借都不还了。嗯，你不能像这样搞，你还是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，去赚钱去，还要攒钱。嗯，哥，我这是最后一回。老说最后一回，我呢也不说不借了你。听人家，门口呢有个缸呢，你用这个桶呢去河里提水去，把这个缸呢倒满了，倒满之后呢，我就借钱你，想借好多借好多。好。老公啊，又要借钱他？你放心啦，倒把这个水接不满的。彪彪，你现在就好像这个破桶，我借你再多的钱，你都不可能留下来。你只有把这个桶补好啊，再哈积少成多，脚踏实地，还是能把这个缸呢再装满的。而不是一味的年复一年的日复一日辛辛苦苦借钱的。你要知道，谁拿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不是呢？你明白没有？哥，我懂了，我就是个破桶。对的，那你借开钱我补桶呢？滚！我不跟你说半天，我还懂破一个桶呢。哎呦，朽木不可雕也。